请问我们要出发了，后面那一位阿美里，出门前一样把地上擦干净啊。哎、欸，的确他是啊，他是真的蛮爱清洁的、啊。我也是啊，洁癖美男子，美。所以你刚才在做什么呢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？做扫地拖地一次完成的动作。该不会是最近很红的 Tangle Stretch S6 吧？没错。而且你不觉得它长得很好看吗？蛮美的。然后我就不用拿吸尘器，然后再拖地，我就一次扫拖完成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见过见过。时髦人士没有人在弯地在那边拖地的，我们就是这样一直扫一直扫，来，他就跟着哦。哎、欸，跟你老婆一样哎、欸，都一直跟在你后面哎、欸。超猛，它可以吸尘、拖地、扫地，然后重点是它有全自动清洗加烘干的功能，我觉得它超强。听你这么说来，这一台 Tangle Stretch S6 平躺全机速干洗地机，真的是一台非常棒的全新机，我真的大推荐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好好的来介绍，我们现在先直接出发去新营夜市。我们暌违了8个月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小朋友出生了，多了一个奶爸，然后阵仗很大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逛夜市都大阵仗，这个已经变巨婴了。安妮，我们来到了什么夜市？新营夜市，第一次来。我之前有跟老姐来过，以前真的没有那么多人，现在是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我看不到尽头哎、欸。还好我们是来尾集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的逛，我们那个头可能挤不进去。刚刚有看屏幕，大家说可以逛个一两个小时没问题。帮大家发掘新营夜市的美食，好，怎么样？好 ，Go Go Go！ 我们刚才才说老姐遇到老姐，从远方看怎么有一个人阿尚推着车来逛夜市，阿尚，这个车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推车来夜市？有什么好做的？用的他配面呢、啊，酒吗？老姐现在在排什么？马上叫我们排进来。什么卤鸭血是不是？好，快快，直接就第一间，好好好，炸的，对，对，我是秘密，我是秘密，老板娘吓到，对，因为闻到很香的味道吗？香，就是海鲜的鱿鱼鲜味。哎、欸，所以它不是卤鸭血，有鸭血，哦，然后其他是炸的。这个装一袋，这个装一袋。对，二姐很爱哦，这个里面全部都是食物哦，老姐准备的箱子，看起来也是蛮方便的。Hello， 刚刚他说那个箱子是菲菲要做，九岁做什么？我不懂哎。小时候大饼，哎，这个好酷哦，我们在夜市没有看过这个吧？很特别。看它有甜甜圈，好小颗的，感觉很古早味。对啊，这边你看都是。古早味的东西，我们可以点来吃看看那个甜甜圈。如果有蛋蒜饼、面包，感觉很好吃。我刚才本来想买，哎，我们去买。哇，这里还有寿司哎！我要来个溏心蛋寿司。是的，谢谢，谢谢你们还走回来，谢谢谢谢。这是什么？鸡蛋糕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也太好了吧，什么？卖外食。对，鸡蛋糕，谢谢哦，谢谢粉丝们。这个溏心蛋看起来很可爱耶，很特别，而且这个。那个是墨鱼卵，墨鱼卵。我要吃这个，旁边都有夹子。一包20元的甜甜圈，我刚目测一下，它里面大概有10颗。啊，好吃吗？这个吃完就很古早味，很 Q。没有，味道很特别。可以啊，小点心20块。没有，我要这个。你看一下那边有很酷的。好。好，这里在点餐。这啥？哦，好酷哦！这是给小朋友吃的吗？上面有棉花糖，还有那个巧克力脆片。然后我们去看，还有肉松哎，你们爱的肉松，好特别哦！我要肉松。两个爱吃肉松的，看到肉松寿司，东西也太多了吧，好赞哦！而且很便宜哦，竹寿司。我要先做寿司哦，是不是很赞？啊，甜甜圈好吃吗？他们都叫甜甜圈。对啊，它叫甜甜圈球，那它叫什么？你说。叫什么？快点呢、啊！很害羞，很害羞。我们刚被一个招牌吸引到，乳酪大蒜面包，它满满的乳酪，我们先吃看看。济州岛吃的那个大蒜面包，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。但是它还很难忘。这个也很好吃哎。啊，这样一个多少钱？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。买面包有需要看钱吗？不用钱哦。不是，你没有付钱哦。有，但是忘记了。但它偏甜，它如果没那么甜，大蒜味再更重一点，就100分。来，你吃看看，讲一下它的口感，蛮好吃的吧？哎、欸，
很像麦当劳的 bagel 哎、欸，类似那个酱，对不对？油吼，蛮 Q 的，蛮特别的，我觉得可以吃啊。而且它不会很油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夜市都没有看过。我们现在就是阵仗大一个，没有办法直接找一个地方好坐下。我们现在有什么买什么，然后吃什么。不要再给我带小孩，我们先带几个，四个。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一块今天没有来摆摊的这个摊位，然后有个空地停下来吃一下东西。寿司怎么样？好吃。你说这样多少？170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个也太便宜了吧。墨鱼子豆皮寿司，章鱼炸章鱼、哦、就刚老姐推荐的那一间、嗯、这个大到戳不起来。觉得墨鱼子如何？其实没什么味道，但是吃起来就啪啪啪啪啪的，很好吃。因为很多啊，章鱼脚其实 CP 值蛮高，因为一份只要50块。这个是它的那个米血，这个是真的米血。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因为真的米血。对啊，他对我的态度真的是哎，给我播出去。这是假的脸。他讲真的米血，你也要质疑他？没有，你不觉得他讲出来的话都很不可信吗？不会啊。不会啊。假的米血是三妈的那种才叫假的米血、啊、我就喜欢吃假的米血、啊、假的米血、啊、哎，这个真的来吃看看哦，看像我们会吃当归鸭会吃到的米血，当归鸭的真的米血，嗯，假的脸但是真的米血，是假的鼻子但是真的米血，我是真的真的不要听他那么假的感情但是真的米血。我们热到去买泰奶，泰像奶就是一般般的那种饮料。啊、这是什么？阿东冰博士，哎、欸，我领你都去了，我先去买啊。有在那里那个、啊、，Oh my god！ 有啊，老姐帮我们直接买那个华丰冰室，就刚那个金粉推荐的香蕉冰吗？姐，你们香蕉冰加对，哦，香蕉冰加红茶，哇，真的是老饕哎、欸，老姐。香蕉冰红茶第一次听到，很多人跟我说咯，炸鱿鱼还有一个什么哎、欸、也是炸鱿鱼哎、欸、春日嫩仙草，这里在吃什么？刚调完金牙到的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骗我，他从我阿基走出来然后跟我说那个果冻在我阿基拿到的。Oh my god。 吃一个。幸灾乐祸哈！香蕉冰红茶，它上面就是有很像漂浮红茶，然后它把那个冰淇淋球变成香蕉冰哦，所以是好喝的，香的。我比较还好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蛮好喝的，因为比较特别。我想喝看看。连锁饮料店，嗯，有一个香味，有点像雪奇红茶。对，就是冰淇淋红茶。但是它的名字很特别，香蕉冰淇淋是老店啊，如果你们想要喝喝看很特别的名字的，也是可以来喝喝看。有没有蛋包下的那个啊？好，去买吧，买回来跟我们分享。长大了哦，自己在点菜，还挥手。现在会自己去买东西了呢。很好吃哎！你打开给大家看，哇，这个叫什么虾爆蛋哦？你才虾爆嘞！好吃吗？你喜欢吗？妹妹你喜欢吗？虾爆蛋。啊、你还没吃哦 ，sorry。好吃吗？正常啊，正常的虾爆蛋，这个面皮比较浑厚一点。那个面皮太厚。小春在吃什么？这一盒多少？苹果。哎、60而已，文化路超贵。我有带他们去买过文化路，那几颗就100啊。对，一颗10块。然后这个这样子几颗才60，很多哎。3、4、12，15颗，然后60。那很便宜哎。所以大家要吃这个，就来新夜市吃元四季心肝汤。超好喝，我们喝过新瓜汤，对，冬粉啊，只有汤的啊，米血汤。现在才7点多，腰子已经全部卖完了，卖光，很夸张哎。因为这件事我们之前也吃过，我们觉得蛮好喝。在铺子夜市，对不对？来，心肝汤来咯，来综合一下那个猪肝跟猪心的部分，好像不用多介绍，因为它就是很好吃。然后晚一点来，还有一些东西会卖完，例如今天就是腰子。单说就是它的汤有点像补汤，对对，然后它喝起来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蛇汤哦，就是都有点中药味吧，对对对，是很好喝的啦。因为我跟我弟不敢吃那个猪肝，然后刚才小秋说他吃了之后叫我们试试看他的猪肝，我刚试了真的是脆的哎、欸，很少吃到这种，不然通常那个猪肝都是粉粉的。对，就是我们会怕那种粉粉感。这是脆的，有声音吗？刚小崔一直问。买了一堆东西要回去吃哟。买鸡脚了吗？没有。
我们最爱吃的鸡脚，然后这边有一些卤鸡脚，三只十元。这个是我们平常在各个夜市都会买的新营鸡脚，我们今天居然来的新营买到了。新营菜是我们喜欢的，一闻就是我们之前最爱吃，我们从小吃到大。春日嫩鲜草，金粉推荐你的。刚才点的那个芋圆加奶油球，还有一杯鲜草蜜，因为我刚听别人在点鲜草蜜，我就想说应该是蛮好喝的，跟风哦。啊，你去买了龙须糖，真的很爱龙须糖。这位小姐心情有比较好了吗？二姐刚心情不好。我们手上现在大概有九杯饮料。好喝。跟香蕉哪一个比较好？这比较好喝。蛮看鲜草蛮好喝的。可是我很喜欢喝那个罐头的鲜草蜜，哎，它有一点像吗？不像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我觉得罐头的比较好。我就是喜欢吃一些比较假的东西，例如假米血。但我可能会比较爱香蕉，因为很像雪琪红茶，我喜欢喝雪琪红茶。我上次用香蕉油滴在红茶里面给你。我们已经走到快要尾端了吗？人真的挤到爆，我们中间有一度没有办法就是呼吸。真的好多人。对面还有一些玩的，是不是？这里好大哦，怎么绕啦？其实没有很大，我们都没有好好的逛到对面那一排，对不对？那边有一个无忌排骨酥，我弟现在要过去点无忌排骨酥，还超多人。我们来试试看这里的无忌跟嘉义的无忌有什么有没有不一样？他点秀琴，对，哎，他挂号秀琴，哎，不疼不疼，忍不住直接吃起龙须糖了，没吃啊，哎，蛮好吃的，有看到都会想买一下，好可爱的，好可爱的。好可爱哦，好像大喵，很可爱耶。要不要养一只这种大狗？我很想耶。二姐你看它比你高耶，二姐你叫它，超可爱的。你要不要抱抱？叔叔问你要不要抱抱，超可爱耶。你抱狗狗啊，这边是在看婴儿吗？好看吗？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可爱？这些哥哥们怎么在看这个？突然三个哥哥走过来跟他哈喽。哇，现在玩弹珠哦，开心的二姐，几排了？数一下有几排了？15排哈，饮料10瓶，加油，二姐。7排了，好。又一个两个了。好。哦，11耶，饮料一瓶，哎，很厉害耶，不然都是糖果一颗哦。我跟你讲，无忌排骨酥吗？对，新颖的如何？我们刚原本要做一个无忌嘉义新颖排骨酥大比拼，结果呢？不用比，不用比哦，大获全胜。不难吃也是好吃，可是嘉义太强了。小熊，哦，小熊的耶，好可爱哦。好，再去选一个。哦，谢谢哥哥，跟老板谢谢。谢谢。选一个枪。大力一点哦！哎，我要敲这个。我也要敲。哎呦，他敲，真的敲那个。噔噔噔噔。是什么？哇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这个20块，他敲到一个好东西，不然里面不是差不多都是一些小废物吗？这难吃嘴嘴，很可爱耶。小时候啊。哎，还有风间呢，好可爱哦！敲到一个好东西耶。秋葵，夜市初体验哦。要敲一个洞吗？这位爸爸来玩摸麻将，把一样的放上去就好了。不止麻将大比拼哦，怎么中了吗？八筒中了，谢谢。哎呦，一只呢？你今天很幸运呢。对，我已经中了一只，好厉害哦！啊，一只是什么？一只娃娃，但我没有想要娃娃，一只城板。不可能啊！一只娃娃，一花，哎呦，没有了。你面向老板，先生，我要6局。哈哈哈哈哈！帮我塞百杰哦，陶哥很开心，厉害哦，就是蛮划算的，百块吗？不是，也要很幸运呐、啊。会中吗？然后再来是这对妈妈带着三百局，百位是三局，更想看他表演。他走后来说：“啊，每局100不是三局100，因为你已经不够会射气球了。三局100是对梦胜呐。这个游戏哈，妹妹好玩吗？我手上已经很多玩具了。妈妈也在玩吗？我刚我有看错吗？我们逛到现在大概也是2个多小时了，很恐怖，很热，人很多，然后我们阵仗太大。
然后买的东西太多，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吃。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吃，然后跟你们分享好不好吃。哇，你很多玩具。好，我们回家，你也跟大家分享好不好？ Go， 你说 Go 回家。Go。秋葵在哭哭了，回家咯。他说哈，还要回家，哈，还要回家。修头刀，我们刚路过要去牵车，看到修头刀，有人想吃。我也同意，我们小时候都吃、这个。小时候的味道是那种软软的那种头刀，对不对？应该是。头刀。耶、yeah ！回到家了，哎呦，整个桌子满满满的夜市食物啦、啊。我刚刚拿一袋来看一下是什么人买这个老人的东西。那个叫做蛇头刀，因为我们知道爸爸要，爸爸你有没有爱吃蛇头刀？对，而且还是他女婿说，哎，那个蛇头刀，你觉得爸爸会喜欢吃吗？我看是女婿自己想吃吧。你说什么，妹妹？还要加些。妹妹也记得无忌排骨就是要有油啊。哎呦，秋葵在后面尖叫吗？哎，后面两个小的自己在后面乖乖的哈。哎，我们这边先吃一下饭哦。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叫他拿一个盘子来装鸡脚，然后里面有很多水。没有很多掉进去。哎，等一下一个一个讲，你先讲。A 方辩论还没讲完 ，B 方辩论。好，来 A 说。他就按 B C D 这边给我安静。他就拿这个空盘，然后我就眼睁睁看到他想说他拿过去干嘛，他就这样。啊，结果嘞？然后水就这样咻咻咻咻咻。好，来，好换你。来，你先坐一下那里。有一盆水吗？有一个鬼吗？哪里有水？再坐近一点。我想近，不是，我想问，到底这一盆水跟一滴水到底有什么好吵的？是这个行为的问题，不是，就是用天可没有没有。那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说行为的问题，那你就不能说一盆。好 ，OK， 我们先一开始先来介绍这个鸡脚，很好吃。鸡、okay, 脚的盘子刚丢完水。新颖的卤鸡脚都是那种卤汁整个卤进去的，很香，而且很软烂，很糯的那种。我刚买在某一家麻辣鸭血，鸭血，麻辣鸭血一档。来，麻辣鸭血喜欢的。麻辣鸭血，哎、欸，倒是很标准。它有点中药味，我觉得蛮喜欢的。那、啊、可是你没有记得它的名字哦。没有。啊，不然大家记得这个盒子好了。在臭豆腐的旁边。哪一间臭豆腐？我也不知道。它的颜色比较深哎，因为之前很多都是白的脆的。它、啊、吃起来有不一样吗？一般。以冷掉来讲不难吃，但是没有很特别的正常。好，那就是臭豆腐旁边的那间鸭血很好吃。妹妹你在吃什么？二姐。煎饺。果冻它是这个啦，十几颗才60块，对，很便宜，超便宜。欸、那我讲一下，它的泡菜给很多，它的泡菜是很好吃的，我觉得。小心一下哦，不要掉的都是哦。没关系，尽量掉，因为我们有天可。跟爸爸是在旁边拍手吗？哎，因为我们有天可。哎、欸，我们家每个人都很好 Q 哎、欸。现在有水啊，就直接泼旁边。好啦，再等泼下去。这个是刚才在夜市拍没有很清楚的那个乳酪大蒜面包，真的满满的乳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后来吃一吃发现。它不是像麦当劳的 bagel， 它是像大家有没有吃过 Seven 的 bagel， 它里面的乳酪是不是就是这个味道？就蛮好吃的，很特别。越吃越好吃哎，那个。对。虽然没有到济州那么浮夸，可是也是好吃的。就是很特别的味道。哇，这个小孩好会吃鸡脚哦，跟你爸爸一模一样哎。你爸爸小时候超级会吃鸡脚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长得也一样哎，好帅哦。结果这个蛇头刀被我们两个吃光光了，好吃吗？哦，很喜欢吃蛇头刀。这个头刀就要吃这样，水水软软的。对啊，就是这种很软的蛇头。刀老人味好吃，这边在叫安妮拍手，好热闹哦。小秋葵在这里睡着了，给他们抱你，好可爱哦。要干嘛给你？你看 mini 这样比较好笑，来 mini 做一次。安妮坐起来怎么那么可爱？来，妈妈再一次。啊、你好可爱哦！要呕吐了吗？来，二姐，你要一次吗？
宵夜吃光光了。每次大家吃完东西后，家里都是满地的食物，还有一些灰尘跟毛发。我们用的这台是 Tenco Stretch S6，它有三室一体加 iLook 的喉喃环智慧事屋，它可以在一体吸过去，然后它会自动调节它的吸力水量，然后可以节能省电，完全不用担心吸不到有死角。现在是全业界最低的63公分，在躺平到180度，超平。除了平躺的设计以外，它还有恒压活水清洁地板，就是你泼过去后它没有水的痕迹。大家一定会有疑问，那我们这个要怎么清洗的？就是有一个专属的夹，来，我们用好，就是把它放回去。这边有一个，气锐，按下去。哎呦，启动了，它就在工作，然后可以拉近一点看，它下面有干净的水，它把脏水吸上来了，然后它就把污水排出来。现在已经过了2+5分钟的清洗加烘干，总共7分钟就清洁完了。然后它是用70度的温热水，然后整个高温杀菌。你们有看到那种蓬松感吗？哎，完全不会滴水。给大家看餐巾纸，然后这样，完全是干 的，有异味吗？没有。这一条是它有直接把它烘干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烘干，那块布里面拿出来它会很臭。这款你完全不用，就是把它放着烘干，7分钟完成。加上它的续航力很棒，可以扫拖很久。它是软包电池升级，它的软包电池就是 iPhone 手机产品同款的，然后它是旧款锂离子的电池，3倍耐用。3倍。对，所以它就是很耐用的电池，就是跟 iPhone 同款就对了啦。现在我们就是拖完地、扫完地，然后你们看它很酷哦，它是可以把脏东西用在这一层，然后下面是很脏的污水区，它可以两个是分开的，不会混合一起，它是分开的。给大家看，我水是超脏。你们有养宠物、有小孩的，地上很脏，真的是可以买一台。还有家里有长头发人士的人都要有。真的，那是谁？所以动力火车家也要有一台。也要，因为它不管吸力或是它的拖地的功能，就是都可以清得超级无敌干净，就只要一台就可以抵多台，然后就家里不会占空间。多个愿望一次满足。完整的介绍完 Tenco Stretch S6， 有兴趣的朋友，我们会把所有有关它的东西放在资讯栏，推荐给大家。今天的新夜市好逛吗？我觉得它遍都是吃的东西，都是吃的，对，完全都是吃的。啊，推荐吗？好像都是当地人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要回来的时候9点多了，有一些摊就熟了。你肚子饿就去逛吧。其实有几个人跟我说，就是没有推荐的东西吃。他真的假的？对，有人回我说没什么推荐的，不用去。真的比较就是在地观光，在地的夜市。它不像那种很非常观光的夜市，对，因为它的东西也没有偏贵，它就是真的很在地，很当地感。我觉得我们之后还是会去逛，因为其实离我们家很近，大概20分钟就到了。对，我自己是蛮喜欢。我自己也是蛮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多观光客的感觉，对，就是很传统、很在地啦。对，我们是不是还没拍过高雄的夜市啊？很多地方都还没拍。对，我们彰化有吗？彰化也没拍过。已经有很多人推荐我们很多很多夜市，我们都还没有拍过。而且我们夜市大家蛮喜欢看的，我自己也很喜欢逛夜市。逛，我们下次一起去逛夜市。我们下次逛夜市见喽，拜拜！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。分享。